佢個 B 咧，而家個 B 喺呢度，個 B 喺下面嘛，所以嗱，如果我抄嗰條題目嘅時候咧，咁我調咗過去先啦，一 over 一加 B 就等於 A 減二，咁因為你要將個 B 寫出嚟啊嘛，所以我上下調轉佢，就變咗一 over A 減二。咁如果你要將個 B 寫做主項嘅話咧，咁即係 B 就等於將個一減過去啦。就變咗減一，減一嘅時候咧，你揾唔到有答案喎，因為仲要通分母啊，通 A 減二。嗱 ，A 減二呢個乘 A 減二咧，要俾翻括號佢，因為我驚你做錯咗。好啦，咁啊好開心咧，諗住咧就變咗係一減 A 加二，即係一減 A。有冇呢個答案咧？一減 A， 哇，真係開心死啦，係咪先啊？哇，真係有喎，係啦，就係 A 嗰個答案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好啦。第二條咯喎，嗱，下一條 example 五，嗱，呢個 x 加 x 咧唔好當 x square 咯，有啲同學咧低人仔咧當 x square 噶，即係好似阿韓年咁嗰啲低人仔咧當 x square 啊，咁其實呢個係等於二 x 嚟嘅，咁嗱有個 y 唔係 tell me why 啊，係等於三 y， 你呢個又六 x y， 之後咧，OK 未？好啦，下一條啦嗱，下一條將 x 寫個主項咧又有上有下，點算啊？咁梗係又係嗰招啦，交叉相乘，我要揾你加乘。好啦 ，yx 加二 y 等於二 x 減一。咁跟住嗱，你要將 x 嘅主項咧，就 x 嗰啲搬埋一邊，冇 x 嗰啲就搬去另外一邊，跟住抽 x 出嚟，咁跟住除過去。又好似林則徐咁除啦，好啦嗱，喂頂，我揾唔到答案喎，咁點算啊嗱？通常揾唔到答案一個問題咧，都政府嘅問題啫。咁我嘗試將上面抽個負出嚟，就擺落下面嗰個墳墓嗰度，一擺落去之後，哇！嗱擺咗下面有一個括號㗎，括住就 y 減二咧，乘翻入去嘅時候咧。二減 y 喎，竟然有喎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個答案，噔噔噔噔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C 啦。嗱，咁我哋咪搞掂咗一批啦，係咪先？